97年96年去野餐。訪問過嗰只烏龜，佢話佢交配緊嘅時候。你見到我一身嘅造型，就知道今次嘅題目係同恐龍有關嘅啦。適逢咧某一套電影咧就上畫，雖然嗰套電影亂評如潮咧，做咩打我啫？做咩冇事嘅？估到佢係咁嘅，兩位應該已經。我又唔係話就話你，你先冇反應啊嘛！件事真係咁啊！大家睇下咧，我哋今次嘅問題咧，大家答唔答啊？嗱，不過要強調啊，我哋今次咧個題目嘅問題咧，好精心挑選嘅。唔係我諗嘅，所以我好多都唔知道。同時間咧，個同上次一樣咧，我哋唔係計贏家，我哋計輸家，輸嗰、那個。我就要佢笠住呢個頭套，喺觀塘開完到攞牌咧，不如奔跑得啦，唔使攞牌啦。準備啦，第一條，第一條，第一條，請正確排列出咧四個遠古時期嘅先後次序。以前扣分啊嘛，嗱，我諗咧就係 A、D、B、C 啦，怎啊？哇，真係實在太聰明啦，好威風！叫A， 系，跟住咧就系、个样都唔识噶啦。唔系喎，我想识 A B C D 喎。其实我都想，真系 A B C D 喎。真系 A B C D 咩？我觉得冇咁差咁。依家你哋真系，答案咧其实就真系 A B C。我头先都谂住 A B C D 噶啦，我谂住你冇咁过分噶。咁啊，恐龙咧就主要喺侏罗纪同埋呢度霸王纪啦，喺其他啲啲泰历史我唔讲啦。华夏文化入边咧，首先发现恐龙化石嘅年代系咩咧 ？A 朝 B 嗱，你唔知道玩咩规矩，梗系要我。聞曬先進入，我要讀曬嘅咩？係啊，梗要啦。好，我哋嗱準備啦。嗱，A 周朝 B 漢朝 C 東晉 D 唐朝。係啊，邊啲講啦？東晉啊？你有温書㗎？你真係有温書喎？呢啲係揾歷史嘅嘢嚟嘅喎。答案真係東晉啦。好，跟住你係有四分嘅。現存咧最大嘅恐龍化石展館喺邊個國家？嗱，冇 A、B、C、D 嘅展館。當然。美國。點解係美國咧？嗰時有套咩？有套《侏羅紀公園》啊嘛？唔係，嗰個博物館《侏羅紀博物館》嗰套戲《翻山侏羅館》。哦，但係呢題唔係題目。簡單就唔會問你哋啦，阿哥。阿嬌，中國。玩嘢咩？再問一問答案，補答。澳洲，系啊，澳洲東方，德國啦，哇，國㗎，跳啦跳啦，嗱，其實咧喺中世紀咧曾經咧做緊嘢叫恐龍文藝復興嘅，咁恐龍文藝復興嘅作用係啲乜嘢咧 ？A 證實恐龍滅絕嘅原因係點解咧 ？B 引證咧舊有恐龍咧呢個生態嘅理論嘅 ，C 就是定義恐龍同埋鳥嘅關係 ，D 上街市。係你㗎啦，去啦。我俾你答，我俾你答。D D 啊嘛，以上皆是。成日都叫我咁易答案，準備下個答案。搞錯啊！冇咁易啊，冇咁易。C 啊，定義恐龍同鳥類有關係。好答。你咪真係温書㗎？搞錯。仲會嘅嘛你？你都啱嘅嘛你？喂，文藝復興時期啲人已經無聊到要搞恐龍㗎咯，你咁都識嘅咩？其實我冇睇過入面寫咩。恐龍嘅滅絕原因咧，其實咁耐以嚟啲史學家都係推測嘅，冇得證實嘅。咁而咧引證嘅舊有恐龍生態理論，其實佢反而係推翻咗舊有恐龍生態理論添。因為以前咧就係講緊恐龍同獎又冇關係啦，恐龍係冷血動物啦，就經過呢個問題復興之後咧，又完全唔係呢回事，自己睇維基啦。OK， 真實嘅歷史入邊咧，恐龍係乜嘢嘅原因？導致大滅絕咧 ，A 物種進化 ，B 隕石撞地球 ，C 有傳染病 ，D 高温氣候。你攞咗人哋個掣，代表你嗰邊先。嗰邊先。D 啊 ，D 高温氣候，我真係深度懷疑咧，真係有睇維基先翻嚟喎。一陣你攞足四分啊，啱唔啱啊？唔係喎，唔係錯。呢個點解錯咗？哦，後錯咗嘅。恐龍咧，呢個英文啊，我都。哇！好細隻字啊，叫做恐龍英文啦，大路索咪最啲即係即係大路索啦嚇。咁咧，但係意思其實唔係直譯做恐龍嘅，其實咧恐龍呢個中文譯名係源自邊度嘅咧？你講到邊個國家我都答你贏，我都當你贏。嚟啊！我嚟答錯先咯。
中文名咪中國咯。一定是中國嘅中文下歌啦。中文嚟自邊度？日本啊。嗱，我冇俾過份嘢咧。我又話佢冇温書啊！我唔信咯，佢明明呃人喎，呢啲係你話冇出貓，又話冇温書喎。日本咧一個翻譯嘅字眼就變咗做恐龍嘅電視，我都係咧。咁中文點叫恐龍？我都係啲同事咧問完啲問先至，到時有咩就問佢啦，影張相咯，好 OK 好嘛？好啦，下一條。你咪通過水俾人啦。邊一隻恐龍？嗱，睇一題有兩分啦。邊一隻恐龍咧係唔存在於史實嘅咧？你冷靜啲啦，嗱，準備啦，問啦喎 ，A 似雞龍 ，B 帝王暴龍 ，C 迷惑龍之食肉龍，睇就係中意啦。我撳咁多次有冇啱過 C 唔存在。其實 B 有暴龍，但係冇帝王嗰兩個字。我頭先睇咗22種恐龍，我見唔到有 C 呢個名字出現喎。係啦，繼續講啦，準備下個問題。冇搞錯啊！有啊，呢只错啊，有啊，有咁咩 ？B 帝王暴龙，即系离晒谱啊！真系嗰个电影先有噶，帝王喺前面系冇帝王暴龙，只系得暴龙嘅啫，帝王嘅。咁暴龙见到有迷惑龙啊，龙先啊，暴龙系电影度整出嚟嘅，都系暴龙，唔系帝王暴龙。OK， 气啊，气有两分，好啦。系，恭喜破蛋啦！恭喜破蛋。基本上你维基咧都已经一定睇到啊，所以我咧阿 Natalie 应该就系温咗好耐书，我知温咗300书。沧龙咧系侏罗纪时期入边水中入边最顶级嘅海洋生物啦。请问咧佢属于咩种类咧 ？A 恐龙 ，B 嗱冷静啲 ，B 鳄鱼 ，C 蜥蜴 ，D 鱼龙。注意啦 ，C 蜥蜴。蜥蜴，你咪覺得佢個樣似蜥蜴咧？唔係恐龍好多都係同蜥蜴有關噶嘛，撞中啦啩？好有學識喎件事，係啊，似俾你啱咪有六分，豈有此理！蜥蜴啊，蜥蜴，基本上其實啱啊，基本上咧，譬如講嗰個理論啱，佢基本上大部分都係蜥蜴㗎。OK， 傳說中嘅尼斯湖水怪係邊種侏羅紀生物為原型嘅咧 ？A 蛇頸龍、B 雷龍、C 長頸龍、D 海霸龍。好啦 ，E， 我估係 A。A 呀，睇下系咪 A 先咯。耶！哦，咩角色啱嘅？古就啱嘅 ，Hero 六分 ，OK。点解我个脑有 Fiona 闪过？你想讲 C 定 A 系啊？唔系我话头见到 A 同 C 个头两个字，直接闪过 Fiona。到时剪接嗰边，将尼斯湖水怪 key 阿长颈鹿个头上去咯。下面咧边一种恐龙具有高智商咧，并且咧曾被科学家指出嘅有机会进化成为人形恐龙嘅咧 ？A 双齿龙 ，B 粗龙 ，C 鲤鱼龙 ，D 系双脊龙嘅。都系喺边个？都系 Tony 啦。你 B 咯，粗龙系咪？系啊，应该啱啊，今次错啦。阿哥，阿娇，试唔试下佢啊？想听咩？试唔试啊？试下啲咯，啲摊头。我估系，点解咁都揿唔中 ？C， 好嘅，嗱，去到第十题，去到第十题，终于系全部啊！呢个咧，其实真系靠估啊！当中你讲完咩俾咧，双只龙你知唔知咩啊？诶，鲤鱼龙知咩？我唔知。好啦，暴龙咧喺近期科研咧被认为极有可能咧进化成为呢一种生物，至今呢种系乜嘢生物咧？暴龙哥。肯定系啊！跟住我答案，你揿掣啦。你又觉得马骝都易先？马来西亚只咩科莫多？科莫多咩龙咧？我哋叫做科莫多真嘅咩？请问咩？我见过噶，喺马来西亚沙滩嗰度，好 Q 大只噶。唔系，我而家嗰只唔系，我见过，我有相俾你睇，我迟咗 send 俾你。我真系见过嗰只嘢，有存在嘅，有一定存在啦。冇你食咗佢。鸵鸟，好有才，谂到鸵鸟，因为佢只手咧进化下咧就缩咗落去后面。点解你估识嘅 ？Letter 你大笨象啊！大笨象，我咧冇唔系选择题，我俾阿娇你估埋啦，我放大个镜头 close up 俾佢阵啦。除咗暴龙哥之外，真系谂到边个？嗱，我算啦，全部俾一次答案就好，俾一个提示你，同我哋嘅生活息息相关。準備三二一，哎呀，見唔到魚先喎。蜥蜴。
你識嘅，你識人生息息相關嘅一件事。唔係，我以為你息息相關係俾人 tips 我啊！點解你唔成日都會食嘅？雞啊！雞！亂拿開湯，真的很興奮。做乜雞啊？我真係雞，我睇完之後眼都突埋啊！點解好老啊？點解做雞啊？老鏈咁大隻，隻頭樣咁細隻。絕大部分咧嘅恐龍都被科學家認為咧已經滅絕咗㗎啦，不過未冇死曬。其實咧，恐龍普遍咧進化成為邊種生物咧？雞啊！爬蟲類啊？兩棲類？邊類型啊？兩棲類。哇！你咁樣講嘅好難答。兩棲類咯。唔係爬啊，算啦，俾個提示你啊，唔係爬蟲類啦。兩棲類咯。咁你都俾個動物嚟先得㗎。鱷魚咯。OK， 下一個。嗱，呢個真係蜥蜴啩？又蜥蜴，我頭先都想講蜥蜴，但我唔好意思咁蜥蜴。爬蟲類啊嘛，雀仔。點啊你？因為佢你話佢進化咗只雞啊嘛。意思係你想點啊？點解你答得啱啊？耶！打錯字喎。因為雀仔同雞差好多嘢。大家成日都見咧，睇戲有劍龍啦，劍龍入邊好多條嗰啲脊啦，一塊塊嘅。咁其實係有咩用嘅咧？A 防御敵人 ，B 攻擊敵人 ，C 尋找食物 ，D 扶持體温。做嘢。A 防御敵人。防御敵人，你咁點樣？佢話喺前邊嘅，點解後邊防御？喂，唔係啊！你刺猬嗰啲刺都係攞嚟咁樣用噶啦。好似幾有道理喎。係啊。我識應用唔到落紅度下。我估係 D。完全用唔到常識。係啊，即係好似嗰啲咩啊？配合配合啊嘛。太陽反射啊嘛。唔係，仙人掌。仙人掌嗰啲刺嗰嘢。佢哋差唔多用途。你睇個答案知就係離譜啊！但係個答案真係唔知三分之一個三分。邊種恐龍識飛嘅咧？A 翼龍 ，B 中國鳥龍 ，C 始祖鳥 ，D 小盜龍。D 啊。OK， 得唔得 ？D 啊。B 小盜龍，一聽個名就知飛嚟嘅啦。大哥 ，OK。C 始祖鳥中咗啊！唔中啊！我記得好似有出卡通片有出現過佢。好啊，阿叫先啦，阿叫先啦。係 boy 啊！好嘢，全部都全錯。其實咧，叫翼龍，但翼龍係唔識飛噶。我唔知睇電影嗰啲係呃人。其實好多電影都係呃人，恐龍本身存在都係呃人，我都想佢存在。即係佢對翼山嚟做乜嘢？遮太遮咯，我嚟裝飾。好啦，呢場問題。边只恐龙最重？暴龙。第一个问题你问阿仔啦。A 暴龙 ，D 禽龙 ，C 剑龙 ，D 三角龙。阿娇。剑龙。点解？老细。即老细最蠢啦！借影都闹你老细咋？我听到你讲老细最蠢咯。肯定唔系啊！啲剑龙都细过我。Trust me。你点解唔拣三角龙咧？三角龙个头大啲，系啊！拣三角龙佢咪攞唔到六分咯，真系哇！突然间又娇咁醒，我真系识嘅，系咪真系因为佢个头细？系啊，真噶，真噶，佢个头骨细啲。啲人话老细系特别蠢噶啦，嗰边嗰边嗰边，准备好先。请模仿暴龙一个动作。未着灯喎，你已经模仿咗系咩？依家佢啱唔啱啊？你觉得佢？拍手掌，我真系拣做咩？做马噶呢个做马，送俾佢啊！送俾佢。我想问，三角龙系咩动作？三角龙真系唔知。做嘢。为咗唔落去行，喂，系咪三角龙你点办啊？因为佢系有个翼咁样喺度，咁样行，跟住条尾就摆咯。呢个公牛讲翻啦，先冷静啲。好特色嘅动作。系啊。OK， 即系三爆。冷静啲，打波咁你要做呢个动作咯，睇住瞓，撞啊你，只狗嚟噶嘛？唔系，咪真系搲沙嗰啲嚟噶，跟住男主角瞓咗喺下面噶嘛，佢咁样，你似屙完然之后冚屎多啲，唔系你试下撞埋呢个屎先啦，喂，你识撞埋？其实咧，三角龙嘅动作咧就系撞咯，就系撞咯。A 大埔海軍公園，大埔海軍公園 ；B 平石公園 ；C 小西灣公園 ；D 平山公園。哎呀 ，B 平石公園。
咩啊？點解你覺得明山公直覺？你點解唔覺得咩明山公園好聽？死都推唔翻呢個答案，真係啱啊！明山公園喺香港，我覺得係有嘅。入邊係有啲恐龍嘅擺設啊！你一定由細細個去開嘅。我覺得有去過，你帶我去嘅嗰時。細細個啊，帶你去。係啊。香港其實上年咧無啦啦發現了恐龍時期化石嘅，仲要係一個考古學家咧經過一個地鐵站咧，見到咦原來有啲化石喺度，一路啲人都唔知道。咁究竟係邊個站咧？算啦，直接答埋我。真的經過不是在度起緊嘅時候發現嘅咩？有時但啦，冇差人上得一樣嘅啫。D 沙田站非常好。我估會展站。我都想估啊！等先，中意搭沙田站喎。你夾硬，你係搞錯啦！搞錯啊！犀利啊你！係咪啊？沙田車站對出新歷史廣場嘅站口咧，有一個雲石柱嘅。佢行過雲石柱度咧，就突然間發現咗好微細，見到有啲咧以前黃金螺形嗰啲咁樣嘅石頭喺度。跟住咧就發現原來佢係真係遠古時期嘅化石。是恐龍時期化石，不是恐龍化石，所以呢這件事突然間就變了一些古蹟，大家可以影上去打卡的，或者戴著這個頭盔過來打卡。所有啲考古學家咧，隻眼都自動嘅放大鏡分數，即係顯微鏡分數。下列邊一個香港地方係真係有呢個地方咧？直接咁啦，係我叫A 啊，恐龍坑。OK， 點解答恐龍坑嘅？最似咯。去邊啊？喺邊度嚟？係好古堡好似啫。其實近大陸嘅地方嚟，恐龍坑一個係恐龍石，大家有冇聽過咧？冇聽過，不如估下喺邊？恐龍石會喺邊度？估咯，可能都係附近嘅啲。我估啊，石崗啦。石崗你有石嘅，因為有石字。係啊。我完全係覺得呢個題目 set 出嚟咧，音大嘅。Next， A 古洞。即係按翻嘻嘻嘅原理，其實都係喺新界北嗰啲地方。咁頭先你話近即係恐龍坑係近嗰邊噶嘛？咁古洞都係上水嚟噶嘛？咁咪附近咪啱咯。恐龍坑啫，但係我話恐龍石喎，呢個係下一個。所以丁哥，哇犀利，全部都答錯曬。啊！大潭恐龍，冇諗過喺大潭，我都冇諗。冇諗過我上網打恐龍地標，跟住就揾到恐龍。我即係佢嚿石似恐龍啫，我遲啲幫你揾嚿做乜雞石出嚟咪得咯，捉大放心。香港有嚿雞石，有嚿唔知咩嗰啲咩公雞石嗰啲咩，我都幫你砌一嚿出嚟。即刻砌！大家有冇去過呢個機動恐龍展咧？哇！我知道 Hee 有，我知道 Hee 實識，但我唔知佢有幾高啊嘛。高咧，冇仔。廿二米啊，長廿二米。高應該冇三米啊！有啲答咗啦，三米矮少少咯。我真係想估三米喎。OK， 咁我想問下啦，另外兩位 lady 啦，即係中意同依，你估下幾多米啦？應該可以整到五至十米，十米咯。OK 啊，我估四米到。我哋睇下邊個最近咯喎。十米我估，佢估四米，但佢五至十米喎，佢啱啲啊，四。你咁禮讓嘅，一人一米，你覺得乜嘢？咁唔好，廿幾米真係。我一開始應該係啲侏羅紀有關嘅嘢嚟嘅。我想問啊，侏羅紀系列嘅 logo 剪影係嚟自邊只恐龍咧？咁快因為真係好難答，真係答唔出。侏羅紀公園係邊一個場馬咧？1992年。第一部有信心嘅，早兩晚睇完啦，真係早兩晚睇完，好似係。嗱，希望我哋嘅小編嘅答案冇錯啦 ，Next。1997，即係嗰個二年喎。1992年到1997中間。我先啊，唔係我先。唔係我覺得保大嘅手，係我先。1992同1997中間。一比1993啦。是不是我都有啲想估嘅，其實玩數字炸彈，1993咯。哎呀，九，兩分噶啦，係咪先？我覺得類似呢啲咯。下列邊一個亞洲電影咧，其實運用咗恐龍作為靈感來源，而且配合咗佢哋嘅拍攝特色，長拍長有，到依家風行世界嘅咧。哥斯拉。
對於 Anthony 嗰啲恐格咧，其實完全聯想唔到哥斯拉恐龍。哥斯拉其實真係靈感係源自恐龍，因為好多恐龍相關嘅咩身後。佢恐龍嚟啊！恐龍溝啲咩？中輻射啊！中咗輻射。哦。恐龍溝輻射咯。幾集中命啊？集中。咁侏羅紀電影入邊咧，其實咧嗰啲恐龍 DNA 工程咧係加咗啲生物 DNA， 令到可以單性繁殖。青蛙、樹蛙、青蛙、青蛙，真係有睇喎！咦，我都唔記得。我捉四分啊！件事啊，大家啲人喺第一集嘅時候。喺世界入邊咧，女主角 Carrie 咧著住呢個高踭鞋，俾暴龍追嘅時候咧，大家都知㗎啦，佢跑得快過暴龍啊嘛。我想問咧，根據研究咧，暴龍奔跑嘅時候大概有幾快咧？最近嗰個答案我當你贏啦，大家輪住答啦。搭時速 OK 噶嘛，係咪？即係時速幾多公里咁就啱噶啦嘛，係咪？時速啊，你想係嘛？秒速五釐米嗰啲咯，係咪？時速啊，等啦。時速大約我記得佢係有20公里好似。好有學術性啊 ！OK， 唔係我俾曬大家答先啦，冇計啦，係今次好特別啊，要問。一百。一百公里。都贏啦，特別啦。十。OK。一百二十。越嚟越快，但個紅花冇車啊，冇可能啊！黐線啊，標最近啊，但我30咋，我咁慢嘅咩？其實係咯，其實等於一個職業足球員嘅速度啦。所以咧，當時阿女主，因為佢隻手冇得助跑，真係跑得快過職業足球員，其實好無可能。佢應該係世界第一嘅足球員，所以咧嗰啲人咧係好關注究竟佢嗰對係乜嘢高踭鞋可以令到跑得咁快嘅。Nike 出嘅啦，肯定。不如大家就估下呢對咩高踭鞋。我有温書，係講 Sam Edelman， 我唔識讀啊，即 S A M E D E L M A N。唔係，我收代言費啊！我冇收代言費。你點解會係温書温到咁？咪咯，我覺得你會答我先。我想問下，贊助先可以贊助我。你喺邊度見到啊？呢個牌子嘅請問 ？Search 啦，好啦，先啦，算個 E 啱啊，四頭先叫都係四分啦，已經四分啦。Sam 點讀啊？你讀啊？估嘅啫噃，點唔識讀啊？就係 Sam Edelman 電影《國產007》入邊咧，恐龍頭骨喺邊一度被遺失嘅咧 ？A 克隆多比士，俾我先啦，俾我先啦，俾我先。我頭先 reset 咗，見到最再嚟。我都係隨便估嘅，沈陽咯。我發覺咧，今日啲人隨便估咧。都啱，好彩。唔係，其實我直覺覺得係咁咯。估係大家睇得過，可能有記憶㗎。其實潛意識咩地方？嗱，呢條咧都係一條我好中意嘅問題嚟嘅，我自己諗嘅。OK， 電影夠親戚關係。嗱，都係有㗎啦。同邊個角色係有親戚關係？犀利㗎啦！阿嬌嚟㗎。A 啊，生番係啊，我咁你成日睇古惑仔。你肯定？你肯定？你睇下已經錯啦，好淡咩？其實我乜都唔知噶，我覺得係十分咯，十分。一再補習，好似幫人。B 耀陽啊！其實答我好。恐龍同恐龍關係咩？你快再睇一次，唔得，快睇咗幾次先得嘅。睇十次，睇十次。我預你呢條一答啊，係咯，我都以為係喎，都以為係新聞嚟嘅，太失望啦！有冇搞錯啊？真係我自己都自己好失望啊！唔係講笑。《侏羅紀世界一》入邊咧，女助手咧喺個戲嗰度咧，佢先後被恐龍攻擊咗幾多次先死咧？四次。佢喺度，佢啱数咗，佢啱数咗噶啦，佢啱数咗喺呢个脑入边经过边个。你花几多时间睇啲《侏罗纪世界》《侏罗纪公园》啊？为咗要赢啲，因为嗰一幕深刻啲啊嘛，即系啱嘅，系咪？啄下啄下咁样，啄咗几次，掉咗俾佢个 friend， 然后佢个 friend 就掉咗佢落海，落海里边嗰度再掉翻佢上嚟，之后再俾只苍龙一嘢食咗佢。四次，四次，我捉四分啦，件事啊，十系喎，我数到三次啫，系咪？恐龙战，果然，美版恐龙战争入边咧，被原著日版 fans 声讨嘅地方系边一度咧 ？A 音乐 ，B 主角嘅样 ，C 故事设定 ，D 主角嘅样。叫唔系喎，叫先，我先啊，我记得我冇记错系 boy 啊，主角个样，好惨，声讨个样，我唔惨。尤其是下个。
機械人造型，其實真係機械人，通常都係呢啲。因為咧，佢原本咧嗰、那個主角嗰啲造型咧，係佢係好有嗰種玩具味道嘅。突然間變咗 superhero 咁樣，啲人好唔中意，睇到未睇？好少玩你個樣噶嘛。好大個兩分啊！OK， 好。人身攻擊嚟嘅喎，我唔關事，成日都即係你柒，所以成日都有，係咪？係咪你成日都遇到？好，繼續啦。OK， 繼續啦，唔該曬。侏羅紀世界入邊咧，經常同主角一齊嗰只藍色恐龍啊 ，Blue 啊，出係加入咗乜嘢基因先至會變咗個藍色嘅咧 ？Anthony A 啊，色極嘅話，先話中意嘅理論嚟嘅喎，即係主要任何嘢只要配色極就啱㗎啦，係嘛？我記得係色極啫嘛。係你一定係記得啦，你係讀咗書嘅，唔係啊？你知唔知點解個海係藍色㗎？因為有色極。因为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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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鯨魚嗰啲聲咁樣，好正經喎。唔係喎，佢啲鯨魚。哇！誒，訪問過嗰只烏龜，佢話佢交配緊嘅時候。佢肯答你嗰個先犀利喎，佢都好唔得閒啊！等佢感應。OK， 中意有咩？真係啊！嚇，喂，我一入嚟已經同佢心靈感應咗啦，睇下佢依家話。我想知點解電影嗰啲人會發現咗烏龜交配嘅聲音，又再配落去？變態嗰啲啊！電影《恐龍世紀》入邊嘅主角係邊只恐龍咧 ？A 及龍 ，D 翼龍 ，C 三角龍 ，D 速龍。咩《恐龍世紀》啊？你記唔記得《恐龍世紀》好出名嘅恐龍動畫嚟㗎？哦，係。速龍啊！誒，頭先人講出嚟嘅答速龍。做咗啦，三角龍。OK， 非常好，再下一個。我估係 boy 啊。非常好，全部都估錯。我係琴龍係咩龍？琴龍好似雞咁樣咯，又好似雞，又一隻雞嚟做主角。我咧揾翻恐龍世紀啲套動畫嚟睇，幾好睇嘅。OK 嚇，好啦，請講出咧呢個侏羅紀世界入邊咧主角一班人咧遇到侏羅紀世界啊，唔係侏羅紀公園啊。遇到啲恐龍啊嘅時候，我唔會為咗四分而折腰嘅。侏羅紀世界啊嘛，遇到恐龍嘅時候，第一件事梗係大嗌啦！嗰啲係你好開心咬嗰啲，唔係佢係講主角，主角一定唔係咁樣。你見到嘅時候就嗌咗先咯，嗌咗先之後你就再走。哦，我知，我知，我知。通常主角咧都係專業人士嚟嘅，咁佢望到之後就 run， 唔係 run 之前仲有嘢做嘅。啊，我知啊。水人形嘅水人形，我都啱。我知系咩？我知系咩？我知系咩？估到啦！我知啦。佢个题目，佢好兴啊嘛！啲先出声啊嘛。Iron Man 呢个系。Don't move, don't move。哦，系喎，又啱喎，好似系咁样先噶嘛？佢我记得嗰个系先，即系个世界啊嘛，系咪？系啦。Don't move。其實唔係講緊恐龍嘅戲咧 ，A 係心魔界 ，B 是是一百萬零 C 帝國重生 ，D 地心嘅演技。A 啊！埋身魔界其實係一套講恐龍嘅片嚟，去到魔界就唔知有好多恐龍咧，殘殺人。OK， 我中意 C 定 D 咧？唔係，應該 B 同 C 是一個。C 啊，咁帝國重生都係講恐龍咧重生復活嘅一個嘅戲嚟嘅。OK， 不過呢套係一套 B 用嘅一套恐龍嚟。B 史前一百萬年啱，因為咧。有些人 會以為覺得點解史前一百萬年唔啱啊？明明有套戲講咩公元前咩一萬年，但係一百萬年，一萬年真係講恐龍嘅。侏羅紀係講基因工程啦，太多字啊！單成你個 friend 啊，所以一定要幫我多龍。首先，邊一種生物唔係單性繁殖嘅？幫我幫龍之沙魚絲加州沙魚邊，喂呢個點樣點好難讀喎，師傅。弱智龍痴。弱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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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邊個？邊個叫龍痴？我試下。C 嗰只雕同 D 嗰只弱智係存在嘅咩？
弱智，唔係誒誒，邊隻生物唔係單性存在啦？係咪？唔係單性繁殖，鯊魚唔係單性繁殖嘅喎。咁啊，鯊魚係咩？你試下咯。唔係以下邊種生物不是單性繁殖啊嘛？係咯。鯊魚唔係單性繁殖，鯊魚點會單性繁殖啊？答案唔係喎，唔係喎。鯊魚單性繁殖嘅咩？唔係喎，蝦哥，咁咪科莫多龍咯。你讀一次再聽下。雌弱露雌。弱智啊！我本咧系咁啊，叫咧嗰个人读得啱咧，我弱智露齿。不过原来我自己都读错咧，所以我判下 Nathan 你嗰度都。所以我都话边个边个叫露齿咁弱智你话？弱智。咁肯定系恐龙噶啦，不过睇下边只恐龙嘅。系唔系速龙啊？你估第一隻啊嘛，係嘛？佢有幾隻咁樣咩？我先啊！我先啊！我知你先啊！我先啊！我估咗七六速龍。速龍啊！講咗。速龍唔係好鬼輸啲咁樣。唔記得。耶！我想問咧，條問題你聽到好多好複雜嘅叫聲啦，係咪？想問呢集叫聲其實？乜嘢嘅動物喺度嘅咧？嗱，求其講多兩隻啱嘅，我當你贏啦。象，我覺得大象係有嘅，都幾似，有啲呻鼻涕又呻唔出嗰啲聲嘅，我好認真嘅喎。你即係人啦，係咪？你做咩笑？狗，我撐佢，大笨象係真嘅。我冇話撞佢一定啱咗。跟住之後咧，仲有一隻，仲有一樣咩咧？我估係羊啊！大笨象同獅子。哦。嗱，低音部分就係獅子同鱷魚，其實大笨象真係啱嘅。高音部分咧係一頭都唔係大象，小象啦。OK。竟然係獅子。我呼吸聲咧係嚟自鰭氣聲。OK。竟然獅子。即係咁都作得啱啊！啲有兩分啦。OK。佢一下嗰啲咔嗰啲聲。嗱，嚟緊啲嘅幾條咧係壓軸級嘅題目啦，好玩嘅形體動作係第一條啦，又要扮演，請模仿出誒豬肉美食啊，藍田係藍田 Owen 操控恐龍嘅姿勢，四個場咁咁樣，我哋個掣嘅嘛 ，OK， 太出名呢個動作真係八分啦，八分啦。走咗，了得，开始出晒名入博士，啲人已攞嚟恶搞啦，不解记得咗呢？请讲出途中所发生嘅呢段经典剧情。个厕所爆烂咗，跟住只暴龙过嚟食咗佢。佢屙紧屎嘅时候，好似佢俾人食咗啦。个厕所咁简化，你当唔当啱啊？跟住食咗。搞前面。前面就是那個數學家引隻暴龍走過去，跟住自己彈埋咗一邊，然後個暴龍咧就整爆咗個廁所，跟住爆開咗，跟住之後，暴龍就食咗佢啦。唔似。留一個，佢慘叫先嘅。啊！好似日本惡作劇嘅，攞個熒光棒，唔係熒光棒嗰個。驚嘅咁，但係笑嘅咁啊！啊，繼續八分啦，有足八分啦。好啦，嗱，下一條啊，又繼續八分啦。呢一幕咧非常之有教育。記得了，你未講完啲咁樣啦，唔係啊，上一首嚟，頭先就嚟過。話説當時逃出個四眼佬意圖想去再捉翻只細恐龍嘅時候咧，俾個恐龍媽媽就一嘢揈咗埋嚟，斷咗只腳。然之後咧，恐龍媽媽咧喺呢時候乘機教個仔，即係雖然教個小恐龍點去覓，點樣去擒嗰個獵物。仲鼓勵佢去嘗試，然後個小恐龍跳上去，一嘢就咬落去佢度，跟住佢成日都慘叫啊！跟住下一幕就掛咗啦。點樣擒啊？超犀利！我覺得笑嘅地方係咧，唔係阿嬌答錯問題，佢答得好啱嘅，但係問題咧可以將一段嘅劇情明明十零秒講完講幾分鐘嗰啲咁嘅故事，跟住就係咁樣啦。繼續模仿下呢個劇情，呢個係咩劇情啊？暴龍係鬼佬先生，真係好睇你。
可唔可以完整啲嘅提醒啊？有對白過佢，定咗音呢一幕劇。阿哥阿哥，阿嬌，俾你表演啦。暴露係嗰啲書上嚟嗰時，啊唔係，再我講，再嚟啊，我講。唔使唔使，近下近下先講。徐麗，靠咩啊？哎 ，sorry， 我插你。講過啦。你有冇睇過侏羅公園啊？冇，侏羅幾日睇過。咁暴龍係嗰啲書走嚟睇嗰只咧，定係哇嗰只咧？係哇嗰只？咦，佢又中意食小朋友喎？我唔會唔會，中國啲只唔會嘅。好勁啊！我冇打啲齊齊，我相信基本上咧，依家會咁。呢段題目啊，四分啊，機會啊，有冇可能唔識啊？呢、這個最後係啦，最後一題啦，最後一題咧，我哋又變翻一個嘅選擇，有四個選擇。下列哪一個係歌曲《十二隻恐龍去野餐》嘅真實歌詞咧 ？A. 路上唱歌時快快樂樂 ，B. 又越過山河恨過山，哎，我唔走啊，叫你咁啦。又越过冰河喷火山都穿过二十十二二十唔系点解另外三个咩问题咧？另外三个路上唱歌摇快快乐乐，即系咁都俾阿娇娇捞尾，真系不得了啊！边个争边个？所以我谂咁耐就系我就谂紧 A 嗰个系唱歌定唱歌摇咧？咁最后。你話得一句啊嘛，咁咪 B 咯。我估唔到喎，真係個 B 真係入曬好多塊。譚偉權哥哥唱嘅，我有睇嘅。你係嗰啲黐呢句上邊嗰啲人嚟㗎嘛？我係佢啲觀眾。今日我哋都有啲新朋友嚟啦，今日有兩個新朋友嚟嘅，所以我通常咧都係公布嗰啲新朋友嘅數字。首先第一個就係阿 Natalie 啦，哇，個成績好彪炳啊！第一次已經有三十分啦，真係恭喜佢啦。好啦，但係咧 ，Joey 有38分。哇！啱咗咁多都，佢個科目嗰個咁勁咩？原來重點嚟啦，阿嬌42分。啊，好驚啊！輸永當贏啊！咦，你驚乜啊？你咁多題答到你有成60分。根本就由細咧就係為咗要參加呢個比賽，瘋狂睇呢個侏羅紀公園嘅節目嘅。我知佢犧牲色相贏咗好多，但係差咗一倍嘅分數啫。今日咧，我哋恭喜我哋嘅今次新嘅參賽者咧，陳年恭喜你啦！恭喜！所以咧，佢之後咧可以榮獲到呢個頭盔咧，佢就可以去跑一步啊！件事你俾你試戴下先，件事係啊，呢個交俾你啦。咁咧，大家如果中意睇呢個問答比賽嘅話咧，繼續不妨留言啦。因為上次都有啲朋友留言咧，我哋就開始因應住佢哋嘅想法咧，去製作唔同類型嘅。問答比賽，咁啊下個月咧會玩啲咩題目咧？大家不妨留言俾我啦。烏龜嗰啲唔好再問啦，因為佢贏硬啊，唔好玩。再嚟金木多龍啊！我好熟嘅，我好熟。大家記得留言啦，同埋咧再一次多謝我哋支持我哋嘅 JMK 啦，記得訂住 JMK 啦。好啦，多謝，拜拜。12隻恐龍去野餐，提乘咗旅遊車出發了，路上唱歌搖快快，嗱肯定唔唱歌時啦。又越過冰河噴火山都穿過乜？20里車程轉眼到，應該都有。我唔知佢有冇停到。有啊有。嚟。屌！我睇你黐線，今日冚車唔車？系啊，一人喐到架車啊，系咯！一停嘅時候就即刻問，跟住再響，跟住再停嘅時候就即刻答。好有智慧啊！